大家好，这里是神田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工作是不动产的工作。这家不动产的工作的工作地址是在东京都的港区，它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营业和事务两个部分。工作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月给呢是19万到22万。要求的外语能力是英语，日本语呢要求商务日语的等级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的工作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。我们的说明会是每周一三五的上午11点，二四六的下午2点。大家在参加完说明会后会得到一张黄颜色的面试卷。如果大家想选择当天面试的公司，还可以拿到一张免费的午餐券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3620680585。